都是之前不懂，之前啥也不懂。 冰刀这个东西有15步转，扑它就是伤害最高。我没中途下不过吧，我自从过完年回来，我没中途下不过。我就有那么几天，我可能就播了6、7个小时，我下的播的少，但是我没中途下不过。 我头发长起来了，摄像头开不了，摄像头真开不了。我头发长得快了，你整摄像头，你再太快了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本身摄像头这个东西，它就得要适应。你开摄像头打游戏和不开摄像头打游戏是两回事，有个人。 有个人看着你，有几双眼睛看着你，那能一样吗？我昨天去京东上，我搜了一个那个螳螂的那个什么，就是能穿上的，比如说来个螳螂头啥的，搜不到，搜不出来。 摄像头直播是必然的，一年以内是肯定是能搞好的，但是这个东西它要采光啊，要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就现在还不懂。感觉这把可以进化大，能约吗？谢谢老哥的粉丝牌，谢谢。他给孤立了，我本来想那个 W。 别来，你来干啥？啥都没。搞基吗？你来，妈这边啥都没，你来干啥？我说的是套装，不是 T 恤。T 恤有啥意思？就是顶着个螳螂头，就是那种类似于帽子，你多出来个东西，或者说整个那就是类似面具，就这种。 但是不影响我视线。哦 ，cos， 就是 cos 那个，是读 cos 吧？就那个意思。开摄像头是一年以内肯定会开的，你放心。 能定制就定一个，尬咋的？
越尬越好。哟，走吧，这鳄鱼应该来了。他说的谁呀？战绩越差，叫的越狠。定律，玩的越菜，叫的越狠。六虫子还是两条，他就是把那个原来的五只召唤一条降低成了四条就能召唤，六条一样。这上把的谁呀？上把那个波比吗？那他说的是谁呀？不是我的。CS 是厕所的意思。这你也 A 吗？还好他那个弹道慢，这也能 A 的呀。走吧走吧，那个蜘蛛看我野区没有东西的话，他会直接来的。我老是刷到这 F6 都没看到，这滑板鞋不太可能有人。一塔都没有。
我这回去我啥也干不了，我滑板鞋没闪现了，不知道蜘蛛在哪。没大招啥也干不了。我大招都快蹲的都快好了。他不会逼了吧，刚好。别走啊。我蹲了半天大招好了，走了。操。你不会打死哥，但是打死哥挺好打的。你没有说什么打哪个英雄有什么应对的方法，他只是能评判出来打谁好打，打谁不好打。打死哥的话就其实是属于好打的。你比如说你遇到什么阿尔卑斯你不好打，那你就只能是不好打，你没办法，你只能就是你发育没那么舒服，就是一个正常的发育。但是你打别的英雄，他就你是一个没有孤立就能杀他的一个发育。哎，玩的真烦。我感觉都，这把不着急吧，这把好打。啊！我给他崩到那个地方了。我看他没在那个上边。我操！我的。尴尬。
选反野吧。啊？ 这如果交闪，这600好拿了。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 我这不是刷野顺就回来了，感觉这把这个龙魂其实都能让的，感觉后期巨厚的。 哎呀，差点起盾，差点起盾！我这边刚好出去那个远见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远见我刚好出去的时候，他放了个远见被这蜘蛛看到了。这个蜘蛛必死的，我当时过去，如果说没被发现的话。 有点不对劲，我这不是来干嘛了？完蛋！
我这两把黑暗收割都比这个猛然冲击伤害低，就代表这两把在逛，这两把在瞎搞。能打吗？这个龙小龙的话，他这个滑板鞋复活时间很尴尬的。哎，我如果用惩戒的话，等下小龙没惩了，完了。我赌他没惩戒吧。感觉我能杀蜘蛛的吧，大龙大龙，感觉我 AWQ 填满他蜘蛛死了。我操 ，Q 出来没来得好快呀。确实，这把漏洞一堆。
感觉随便赢的完成这个样子。这把队友玩的挺不错的，啊！完全没伤害。有个金身炼金龙魂，15级了，这。我以为我出了这个伤害应该是能秒的，到现在有点感觉很奇怪，应该是给了个 E 这个风景。不应该这么弱，我还有个巨齿，我不仅这三件，我还有个巨齿。远古龙，我得现在赶紧过去，不然等下兵线来了。还是只能杀这个 AD， 别的我都杀不掉。我这个位置很好啊，我操，节点太快，他们家滑板鞋在应该在来的。
要不等我个大吧，等我个大稳赢。我操，这个大怎么中的？我想知道。 这阿卡丽布莱是，哎，别走啊！先等他这个烟雾。 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